石膏模，在半湿润状态下雕刻石膏成型，然后干燥成模具。石膏模成本低，易修改，精度不够高，表面不光滑，易碎耐用。铜模，因为其表面清洁耐用，具有成本低的优点，电镀铜模具是目前最常用的托盘模具。铝模，铝模精度高，表面光滑耐用，但价格非常昂贵，铝模一般用于塑料制品中，无法达到更高的精度要求。